情发展到现在啊，大家怎么样看这个魏家鼎新的问题？那么现在做了这么多的CC 的解释，特别是我们刚才景玉珍做了一些说明了，这么多都要好多好多钱才能做投资的案子，有些呢还不小心，应该不能讲不小心，要非得要好关系才拿得到的，像是中嘉案啊等等哈，还有这个也跨落到通信业。那现在这些钱抽银根真的会这么做吗？大家不要忘记，现在银行们只是说暂时暂缓。不代表永远会对他不好，这么多的钱送上门来，银行会不赚吗？哦，所以委员，大家会说到哈，不止这个抽银根应付民企，不得不这样讲。包括昨天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马总统开的国安会议，开完之后成立个什么办公室，今天学者也骂到爆，啊，都这个时候了，没有霹雳手段。我想一步一步来了。绝对不可能，立法委员不可能让这个事情跑掉了，而且一定要在很短的时间就要把整个的，譬如说行政手段可以惩罚了，就要把它放到最大的程度去惩罚它。第二个就是要杜绝，不过讲起来这整个是个总体战争啊，还是整合的问题。我讲过太多次在立法院总咨询，我说我历经了三位总统，从李登辉到陈水扁到现在，是始终有一个问题是最大的问题，部会之间的整合，部会之间整合非常的差，即使部会的里面的垂直的整合也是常常做得非常差，那垂直也不好，横向也不好，对，所以我认为像这个问题啊，我们要去要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整合，那这个整合要去追踪，要去考核。譬如说，你这个食品看起来是很简，好像很简单的问题，其实没有那么简单。你进口这些有毒的原料，谁来管制？对，管制的资讯如何给其他的单位、其他的相关的部会，让他们同时也可以去追踪，也可以进来。那你这个进来的这个毒、这个有毒的这个原料，谁管控？然后进来以后呢，哪些单他怎么去使用这些？可能是另外一个单位呢。都没有追下缘啊，不只是溯源，对，下游用到哪？所以从头到尾，对，那个管控的机制哦，最主要建立起来。第二个哦，我们刚刚也在聊了哈，这个食品安全要靠检验，要靠检验。是，你因为这是个法治国家啦，你如果在共产国家，当然就把他枪毙了，大概。一下子就暂时就没有问题，可是我没有证据说这个东西是有毒的，这东西是不能吃的，所以那个食检的那个对食品进行检查这些相关的人员，你是不是应该大幅的增加编制？我们等从去年讲到现在，但卫福部给了你预算，你升格嘛，但你人也是没有请嘛，那没有请也是个事实。那现在问题也是在这，去年也说到要请大专院校的食品科系学生一起来组成一个什么什么，忘了多少千人哈，现在也没看到嘛，那些人呢我也不知道啊。这地方这次不是只有中央哦，我要公平的讲，是地方政府在干嘛？正鼎新厂三年没有地方卫生机关去检查去查厂，地方机关在干嘛？好，所以这到底是不是鼎新集团非常厉害的一个手法？但是马律那个就不能上得了台面嘛。我觉得啊，当然这个以目前来讲，如果政府想要重视这个安全，这个食安的部分，是权跟钱是最重要的。你重不重视一个单位，你给他多少原额多少预算编制？如果我们现在的所谓抽查的机制是根据你的人员来排哦，6%的不抽，你这个标准是哪里来的？哦，原来是我们卫福部抽的人力就是40几个人，所以我们就我们人力紧绷啊。所以哪些抽哪些不抽，如果是根据这个样子，我觉得是很可悲的事情。如果院长成立总统重视这样的食安，不用开那个临时任务编组的啦，告诉我现在要增加多少人力。如果我们能够像小蜜蜂的公务人员到处去查那些食安，我不相信他们还敢继续做。哥哥，我讲一句话哈，这件事情是国民党最后一次机会，可以让人民对他有恢复一点点信心。做不好，江院长立刻下台，没有话讲。好，不过真的是了，委员，我看这个是很难保住。今天连国民党立委都在。